我覺得千源老師是一個影帝級的人馬，當然是一個好的演員，很優秀的演員，很開心跟千源合作，因為我覺得很多火花是今次是大家擦出來的。千源是一個，我經常都跟他講話，一個很有才華的一個演員，同埋我覺得他是一個披著狼的兔仔。在戲裏面他演一個 很大反派，可以這樣說，但是其實他本身的性格是一個很溫馴的人，所以演技是毋庸置疑的，咁所以我覺得好開心同佢一齊合作。咁啊，喺今次嘅電影裏面都擦咗一個好大嘅火花。10月5日，馬來西亞上映，讓我哋一齊嚟破局。